自己的眉毛迷住了，就是嫌我脸大的镜头千万都要剪掉，好吗？哈喽大家好，今天这个视频是一个跟我的好姐妹杨逼梅子小姐，然后一起大家好化妆的视频。对，如果大家想知道就我们是怎么样从这副 Beyond 就变成开头那样的尤物往下看，嗯，好，话不多说，然后现在开始。哎，我怎么看起来像黄绮珊？你啊。啊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化妆，她今天准备化一个啥妆 ？Drag Queen。嗯，那我今天就负责把自己化美就好了。啥意思？我不美啊。嗯，好，开始。然后我第一步呢，我先把我的眉毛盖上，这不提交有点化了，涂在眉毛上感觉有点奇妙呢。我可以放冰箱里冻。这视频呢，咱也没啥技术性是吧？就纯粹化个妆唠唠嗑，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仙女是怎么化妆的。对，因为毕竟我们仙女下一趟返也不容易。那车票多少钱呢？你坐啥车下来的？我坐大巴。我怎么身体这么丑啊？真的像黄绮珊？丑啊，挺好看的。放屁！你扑粉的样子真是安详。你妈！给老娘三分。给 powder。You know what is powder? This is powder. 刚刚哪吃的麻辣香锅真难吃。我觉得北京就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。但是跟那个成都比起来的话，小东北。干完眉毛之后呢，用散粉。这位女士就先后见面到现在，花了不下30次了吧？我说的话，鼻屎是我的爱好。我真的鼻泪管让你挖通了。这个咋整？咋整？不会的。然后我的下一步是啥呢？等我。看你视频有一吗？一，你觉得呢？我闭嘴。你在看啥吧，小姐？你真的好安详啊！你像我离开了人世间的三柱佬。去你妈！嗯，咱你这样散粉不要我占走了。放下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一盘完美如镜 ，The British Museum。你不用两盘都展示出来，真的没有给广告费。杨幂梅子实际上是我以前直播的观众，然后今天是一个不知名的网友，对，然后今天是我们两个就是相识两年以来第一次见面，还算是不错。这个女人将我收留在了她的寒舍里，家徒四壁，豪宅里。哎，自从我嫁入豪门以来，就是跟各位姐妹生疏了。那打今天你能认我，还是我的荣幸了。是的，毕竟我也是一个不忘本的人。你最好是，我真的是。现在冰怎么这么美啊？我，嗯，我本来就美啊。那你觉得我呢？你啊，就是我刚刚夸过你了。你也很美，谢谢。你知道我们老师曾教过一句话，就你画色彩的时候，就不要把你自己的调色盘当自己的，当别人的，那样用起来才理直气壮。在这里也适用。我记得我当年学美术的时候，我就是那个，好像就是。刚开学吧，然后我会拿一个大的调色盘，然后我都是拿用那个颜料一管一管的颜料在那里面挤一点一点一点，然后我们老师过来就把我一顿骂。Why？ 说我太抠了。嗯，这个颜色怼的也太多了吧？又说自己样盘，我看不了，跟他们解释。好。别别疯了！你的眼线也辣眼睛。有的用就不错了，还在那里挑。你他妈给我用的是什么鬼东西？火烈鸟。这么辣。啊，真的我要哭了！他这个眼线液，你谋害我！你感觉眼皮丝丝冒凉风，真的很疼。我原来觉得不疼。我高中想了3年的人送我一个眉笔，他说这是可以给你买的，于是封印，我记得是20几块，23还是25。然后他给他自己买了一根波比布朗。太过分了，这种人。我用这个不辣眼睛。可能你用的少，我一次买抹那些呢，眼皮都疼，上刑了我。有没有小孩？这个妆，我觉得我的技术跟你能行，可以拼一拼。你不觉得吗？觉得。不是，说实话了，我17岁，热爱 drag 文化，并且把它想弘扬光大，我都没有画过棕色新眉毛。像今天这妆就已经不是正常妆，就已经偏猎奇了。我们俩也不是画正常妆的。对啊。对。正常妆你要来这里看吗？我今天不打算画一个那种很挑的眉毛，我要画一个下垂的眉毛，八字眉。对，我跟你说，画八字眉会显得你很可爱。啊，当然你不需要可爱。
很烦了。这个发套勒的脑瓜痛，不痛，我头本来就大，这还这么紧，那怎么办？忍着呗。裸色的口红，因为我要尝试一下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东西。没画过裸色吗？因为每次画裸色会看起来像我死了一样，像入殓。对，入殓。变胖了。你别涂裸色了，姐。太丑了，太丑了，真的好像入殓了那种，就是长辞了。这算了，我还是不要尝试。有用？你先用。嗯，尊卑有别。我要让我的每一位好朋友都知道老娘今天有多美，我要让你们知道老娘今天有多他妈美。你很美苍吗？OK， 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妆就已经化好了。Over， 累死了，妈呀，化了两个多点。嗯，累死了，好久没化妆了，这么长时间来第一次操刀。然后现在我们两个准备去换个假发，然后换个衣服就回来。好，待会儿见，拜拜。稍作休息，不要走开。大家好，这位是海王他妈，我是海王他奶。这个呢是雪山上的那个一朵冰山雪莲，对，我呢是蒙古草原上的一朵格桑花。哇，我这个打扮真的看起来像海王他妈。我这个怎么能显脸胖呢？我这打扮。如果你觉得我画的好的话，请为我投币；如果你觉得他画的好的话，请为他点赞；如果你觉得我们两个画的都好的话，就收藏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不知道杨淑芬女士就是还有没有缘分可以再跟大家再续签。